我是混血，金毛是我旁边的。我本来不是这个颜色的，然后它褪色了，褪成这个颜色了，褪色了。它是褪色了。混哪个区？我是混前，我是前村混，混后，混后村。他换好嘞，换衣服也这么快，脱衣服也那么快，换衣服也那么快。来喽来喽来喽，快来喽！老师，帮你换衣服去吧。好好好。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我们也就啊啊啊，没事，我知道能直播我也不能去直播呀，我的衣服都换好了。滚的就是低价的样子，反正不是特别大，也还行，够用。二分之一了，还是二多，但是。我起在抖音上联系了他。哎呀，反正一会儿上去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啊，就出来放松的啊，就出来舒服放松的。主要真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要给你们拿这个东西？我都起不来了啊，差点带西瓜了，带走了一会儿，差点带走了。一会儿上去玩啊，一会儿带妹子上去玩去，去房间玩去，我想尿尿了，我操！刚才我一直在下面没有找到洗手间，你这是他吗？走吧，直接上去吧。嗯，你把那个手牌给他就可以了。嗯，行吧，走吧，上去吧。房卡在不在你包？在你哪里吗？啊，在我包里。没事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找，好好找一下。走，哎呀，叮咚，
千万别来暴露房间号了啊，千万不要再暴露了啊，啊。这水疗在哪里啊？我操！看到一个游泳池健身房，这水疗中心我一直没找到，我就只看到那个那游泳池跟健身房是在一起的，然后这个水疗中心在什么鬼地方一直都不知道，太难了。哎，我把拖鞋脱过来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换了拖鞋了，没事，都一样，反正都是，没到，没到，没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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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先去洗个澡吧，那下面游泳池的水好脏的。好啊。你先洗个澡吧。我下面跟粉丝他们聊会儿天儿。这洗澡门能关得上吗？其实，哎，我水都给你放好了，你可以在那里面洗。干不干净？啊？干不干净？干净的，这才放的水，连烟灰都没有，真的。这里面有我给你放了一块肥皂，你可以。给它搅一搅，和一和，洗个泡泡澡，特别舒服。一起洗，我他妈在直播啊，怎么一起洗啊？你们脑壳子是不是有屎啊？我操！我举着手机他妈直播，我们两个在那里面洗澡吗？那他妈的不得给我搞进去了？你们上良心不？哇，好大烟灰缸。我操！没事没事。不是你下面穿衣服了没有啊？不是你穿衣服，我操！你刚才里面好像太危险，不行，搞不得，搞不得，搞不得，太危险了！我操！我今天都铤而走险的在搞这个事情，别穿这个，别穿这个，别穿这个，这个穿不得，搞不得，搞不得，搞不得！你换个衣服穿吧，换个衣服。那换什么穿？你带衣服了吗？带呢。你看你带的什么衣服？不是你那个太危，你要不你穿我这个，我没去。是，我光脚。行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你要刚才一抬腿，我操，吓死我了。有什么衣服？有连衣裙啊，然后短裤啊，包裙。包裙。对。那穿包裙吧，包裙行。哎，要不你把衣服全部拿出来，我们选吧。就放床上，我们选吧。老铁们选，选哪个就哪个。包裙是啥？兄弟们看我拖鞋怎么样？兄弟们看我的拖鞋，我拖鞋可以吧？好，摆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穿，看一下我们，兄弟们挑一下，看看穿哪个啊？这是包裙啊？对呀，这就是包裙。
连衣裙。这衣服怎么穿啊？这上衣下衣啊？不是，这个是裙子。裙子？它里面有打底的呢。这咋穿啊？这裙子？这个就是，不告诉你。这样。哦，这戴在脖子上，脖子上一个环儿是吧？对、啊。靠住环儿。对、啊。那个是什么衣服？这个是个衬衫。快，选哪个？来，兄弟们，你们挑一下选哪个好？就是这个是衬衫加衬衫加黑色的小短裙，穿上去有点学生的风，学生风是吧？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环儿，然后不是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你帮我扯到这边。这不是两块布吗？这个没有，这是高叉的裙，你知道吧？高叉。高叉。对。这脖子在这个位置是吧？胸在这个位置是吧？胸在这儿呢。胸在这儿。对啊。那这叉都开到胸那儿去了呀？没有，里面会穿，里面有背心和短裤的。你直接叉到胸那，从叉胸那里开始叉，人家从大腿这样开始叉，你还从胸上都开始叉了。对啊。这个衣服不要收起来，这收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这个。这个也挺好，这太丑了，不要收起来。这个不要。要哪一个？这个也不要，先把这两个先收起来。这两个不要，这两个不行，这两个不要。这个一会儿再试，你先穿这个吧。行。先穿这个学生风格，我比较喜欢这种，你先穿这个吧。好。那个第二个先收着，一会儿再试那个东西。一会儿估计要下播了开始试，开了播估计试的话有点不太合适。这个，你在里面换？啊，对呀。哦，没事。这个有安全裤的。哦，有安全裤是吧？对。我可以啊，这前凸后翘的。行啊，你有多重啊？我100多。100多斤。对啊，但我胸有10斤。胸有，你刚刚不是胸有20斤吗？没有。